宝宝，我们今天念的是什么呀？出生前就决定噜噜。好，出生前就决定好了。那我们来看看，这个是长胡子的老爷爷。哎，不要让我的胡子，等等，不可以随便就出生哦。听说啊，人在出生前都会先待在这个云朵上面，那里有一位长胡子的老爷爷。那出生前呢，要先决定好你的人生。老爷爷会教大家把决定好的人生都写在纸上。哎，真的会变成我们想的那个样子吗？不会，几乎所有的人的人生都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。这样有意思吗？那这个妹妹她想当什么？还是说呢？我决定好了，我要当偶像歌手，所以我要从世界上最棒的妈妈肚子里出生。那他说，我想要当鼻子里可以跑出什么？车子，新干线的人，没有这种人呐、这太奇怪了吧。OK， 那好，我们来回答人生的问题吧。一，想回到几岁呀、台湾平均的寿命是男性 77.5， 女性84岁。OK。那长大之后想做什么？喜欢咖喱饭还是寿司肉？那要养什么宠物？想要成为有钱人还是人气王？跑得快，会画画，头脑聪明，你想成为哪一种人呢？想要这个。你想要哪一个？这个。这个是喜欢咖喱饭还是寿司呢？请问？我喜欢吃寿司。OK， 那晚上我煮的咖喱饭好吃吗？很好吃。所以当别人跟你说什么时候，你会觉得高兴呢？这个来开始选啦。如果是有的话，就是红色。OK， 好，没有就是蓝色。最喜欢的事情有没有啊？有，画画。OK， 好，那做你想做的事情，决定好了吗？决定好了吗？决定好了，就行动吧。还没。哦，还没吗？这里，那要找对方法咯。怎么做才有趣呢？好，往这里咻。想做的事情就要优先，所以如果你很喜欢这件事情，那你要把它摆在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面。老师，要不我已经决定好了。决定好了，好，那这真的是你自己想做的吗？是吗？是还是不是？不是。又变成不是了。那就顺着你的心，觉得开心的时候就继续，不想做的话就停止。好，那自己可以看看。接下来我要送你们的才能球，自己选一个吧。你要选什么？我想要选黄色。黄色，好，那带我们看看黄色是什么才能呢？我们可以拿这个玩躲避球吗？当然不行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啊，注意，如果你太在意别人说的话，你才能球啊就会消失。哦，是这样吗？你看，我塞了两个在鼻孔。哎呀，这样很脏啊。所以呢？然后再让我看一次。好，那你刚刚说你要选什么颜色？从里头选一个。我想要选这个啊，会烤面包，非常好。第二个选，再选一个，这个会演戏，好棒。然后第三个，这个当博士。 OK， 好，第四个好了，再来一个。这个啊、哦，喜欢妈妈，谢谢你。天神啊，我想从眼睛发射镭射光。啊，小猫咪好笑。那这没办法，有可爱这个才能球吗？有时候太可爱也会带来烦恼哦。没关系，如果会有烦恼的话，我想要可爱的烦恼，真的。看来呀，才能球有优点也有缺点呢。哦，我想要当个喵星人啊。那是什么啊？快点住手！怎么了？咻！最后决定要在哪里出生吧。可以从世界各地挑选哦。什么？到底在哪里？世界上那么多妈妈，怎么决定呢？你是怎么决定的？那个选择我的呀？哎呀，我想要那个妈妈。哦，你可能看你找到了看起来可以帮助你当上偶像歌手的妈妈了吗？不是，因为是没有人要选那个人的妈妈，所以我选她。她真的是很善良，对不对？自己孤单一个人的话，应该会很寂寞吧？如果我出生的话，她会觉得。活着真好吧，他会发现自己不再是一个人了。我要当妈妈一个人的偶像歌手，哇，真的太贴心了，对不对？那宝宝，你为什么会选择妈妈我呢？那是因为你会煮饭呢、而且你又会那个很快教我们念书，还有呢，可以跟爸爸，教他们运动，对不对？那。
而且今天还带你们去科公馆，做了很多的小实验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在那边一直用石头，然后呢，一直噜噜噜噜噜小铁钉，然后什么东西在跑啦？毛毛虫，假的毛毛虫在橡皮筋上面。它里头是一个针。对，没错，还是利用摩擦的原理，对不对？很棒。好，磨呀磨，它就自己跑。OK， 好，那照片的全世界，我只想让它当妈妈。原来陪妈妈。那佳佳，请问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当你的妈妈呀？因为我就看到你在。因为我在看到你在家里看起来好像很开心。好，然后我觉得你会是世界上最棒的妈妈。OK， 好，虽然很辛苦，但还是对人温柔体贴的妈妈。我想让她开心。真的耶，看看小天使在这里，她跟她对婆婆很好，对不对？他们都在找妈妈。对，真的耶，都在找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在哪里？对不对？那好想早点遇见你，想看见你的笑脸。那就是女部的你，不是人部的你。好，想让你感受光是活着就很美好了。好，我要出发了，预备，咻，嘣，跳下去了。哇，好多呢，嘟，决定了，就是这个妈妈世界上唯一的选择，我决定选这个妈妈了。那你第二个理由是什么？选择我当你的妈妈的第二个理由？我就看到你好像看起来好。就是很温柔。好，谢谢你。而且很会讲开心的话。谢谢你。好，那我在肚子里和妈妈合二为一了。我是妈妈，妈妈是我，在哪里呀？在哪里？她在哪儿？在这里。哎，她生下了我，开启了我的世界。当我出生的时候，妈妈是第一个感到喜悦的人。真的很感动。后面还有。就是那个滴滴的，你看，的确是当宝宝们呢。他说肚子里我想当鼻子，就是这个滴滴。他说我想当鼻子里可以跑出性感系的人。他说没有这种人的话，难道有性感系从鼻子里跑出来？怎么会这样，不可以塞进鼻子里头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后记，访问了100位有胎内记忆的孩子。什么胎内记忆？就是在妈妈的肚子里有旧记忆的。据说呢，在出生前可以从天神那里获得一项才能，但是对于太过在意周遭而隐藏自己才能的孩子而言，最重要的是能够和孩子一起发掘才能的大人。发掘才能的方法不只有一个咯，那就是要相信孩子的力量，不命令他，尽量让他主动做自己决定的事，这就是才能咯。妈妈是家中是家人的偶像，只要妈妈称赞孩子，孩子就会觉得我能够做我自己。然后妈妈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孩子也会想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。妈妈和孩子是心连心的。那这作者的话，我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，和孩子越来越的孩子哦，我希望能够发挥自己长处的孩子呢越来越多，而非什么都会的乖小孩。没错啊，是信使。没错，我们自己要发掘自己的才能哦。他对天神许愿，他想要从，他想要吸感谢从鼻子里跑出来，结果还真的嘞。对，这几年后，他第一次，妈，有新感谢从鼻子跑，鼻孔跑出来了，他自己塞进去的啦。不行了，知道吗？危险，危险，会窒息。OK， 好，危险动作，请问模仿。危险动作，对，妈妈在云朵上的时候，为什么选择了外婆呢？因为外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婆婆、那不就这个就是外婆了，就是妈妈的妈妈，对呀、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，对，那她就不能穿这么的时髦，她要穿得像以前那样，这样子短袖短裤。好了 ，OK， 长袖长裤。好了，不闲聊了，好，当然啦，我选择我自己的妈妈的理由就是，妈妈呢，是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疼我、最爱我、永远无私无条件。
给予我爱的人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宝宝画的，在我们学校的功课阅完阅读完一本书，就要自己会读完。出生前就决定好，哎，那个就又不是写这样，那个就是一个字一个油。没关系，好的。奇怪，练习写字嘛。写的真丑。哎，姐姐不可以这样，要多说赞美人的话呢，不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才会有好心肠。我们刚才我们有录这一本。哦，那对，没错，那个再一起看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多阅读。Martin Gaffer。好了，跟大家说拜拜喽。拜拜，棒棒，那是你头的 Stanley， 不可以再叫。Stanley，